槟榔中，我换作品跟你拟定。包子，包子呀，又见面了，包子。好几天不见面了，包子，你这两天咋样啊，包子？包子，你干啥呢，包子？我让包子回来了啊！哎呀，那可气人了，可气人了，那包子的窝到现在没到呢。包子那个窝到现在没到呢，我寻思今天到了呢，包子那个窝呀。包子，咋的了？包子，你眼神干啥呢？包子，你这眼神干啥呢？老四他们出去了，家人们啊，等会把四哥他们放回来啊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，咱们先看会儿包子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先在这看会儿包子啊，包子，嗯，咱们过来，走。漆黑。洗澡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我去找四哥他们去。嗯嗯嗯，我把手机支架支这块儿，家人们啊，一会儿我一回来的话，很容易信号不好，很容易信号不好。等一下子啊，哥，到几点播？不是九点吗？这两天总是晚，这两天总是晚，家人们，过来来，过来来，坐好了啊！欢迎大家伙啊！哎，我那个直播预约没有了，家人们，来，过来来，老四，过来来个集合啊！每天一集合啊！你又过来来，来吧，再过来再来，好了啊。坐好了，每天都得集合啊！每天都得集合一下子啊！点点亮家吧，皮蛋呢？皮蛋没在这，皮蛋没来。想看皮蛋吗？等会儿啊，家人，我让皮蛋来啊！你又到了啊！
找那么多水呢？这个。我看他今天玩啥啊？小迷糊咋像去炸碉堡呢？小迷糊嘎的？迷糊啊！迷糊你啥意思？迷糊你啥意思？啊？皮蛋太小了，你们皮蛋太小了，你们总想看皮蛋，你们总想看皮蛋，咱们看三万不行吗？三万，那皮蛋太小了，那皮蛋总是误伤他，那皮蛋呢？皮蛋吧，皮蛋吧，我看咱直播间有多少人想看皮蛋的，家人们，我看看家吧，啊，咱们直播间有多少好朋友们想看皮蛋子？蛋子，皮蛋子呀，哎，这皮蛋子还行，好家伙啊，小皮蛋，这皮蛋子这名字起的还行哈啊，看看皮蛋子，仨字儿，家人们啊，我给小皮蛋起的名字三个字啊，这起码得三字，皮蛋子不是叫小不点子吗？小不点子媳妇不愿意了啊，我媳妇不愿意了，就非得管人叫皮蛋子，究竟什么名字，咱就叫小皮蛋子得了。小皮蛋子，小不点子，小皮蛋子，小皮蛋子不也行吗？老铁们啊，长得像皮蛋，小皮蛋子，皮蛋子，皮蛋子，蛋子，皮蛋子，我四哥在这儿呢，我四哥今天怎么这卖萌呢？这是啊，四哥这咋的了，四哥？这是让人欺负了，四哥呀，让人欺负了，哦，还是跟媳妇离婚了？今天心情咋不好呢？啊，四哥，就叫皮蛋不行吗？皮蛋呢？皮蛋吧，皮蛋就叫皮蛋不行吗？我又改的有点慢，我跟你说，我改的有点慢，知道家吗？我总想给他。加点东西啊，咱们能不能等皮蛋大点再过来呀，家人们，你们想让皮蛋来呀？哎，皮蛋子总受伤啊，那玩意儿整的。行吧，家人们，我把皮蛋子整过来啊，我把皮蛋子整过来，家人们啊，我把手机架那块儿。哎呀，咱家狗是越来越多了，皮蛋子缺一不可呀，咱家真是缺一不可呀。咱们等小皮蛋子去啊。哎呀，看看我那皮蛋子啊，皮蛋子呀，你看看，多少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都喜欢皮蛋子，啊，这么多喜欢皮蛋子的呀，啊，皮蛋子这么招人稀罕呢，啊，迷糊也稀罕皮蛋子呀，老大也稀罕皮蛋子呀。
这么多叔叔阿姨稀罕皮蛋子呀？老大把他当成孩子了，说实话家人，真的，老大真是把他当成孩子了。明花，你亲他一口，明花，明花，你过来。明花，你亲他一口，老大，你亲他一口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看嘴，你看去，老大，老大，你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你来，老大你来，老大。啊，老大啊，老大呀，来亲一口，你看，你看他嘴里的，看嘴里有啥味儿，来你闻闻，闻闻。完了，老大母性大发了，俺家老大母性大发了，看看，啊，那你闻闻，啊，你闻，哎呀，皮蛋子今天吃的老饱了，看看，小皮蛋今晚吃的多，那小肚子吃的，看看老大早上睡觉了，啊，老大你要吃，你要让他吃啊，你要让他吃啊，这么回事啊？你看，那老大，那老大啥意思？啊，老大你要让他吃啊？那行吧，皮蛋子，皮蛋子呀，就吃一会儿啊，皮蛋来给你找一找。这个，老大呀，啊，算了，来来来，啊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你让来，这个大，卡，直播间卡，直播间卡吗？家人们，我怎么我这网正好的呀？我连的是 WiFi 呀。欢迎咱家小温柔姐姐，欢迎贝贝姐姐。欢迎咱们家森班的小老四啊，欢迎哥哥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卡吗老铁们？我这也没啥呀，不卡了，现在卡不卡家人们？现在老大会好好照顾皮蛋的，皮蛋子呢？皮蛋子，皮蛋子来，皮蛋子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皮蛋子今天他为什么吃这么饱？他今天又吃大狗的狗粮了，今天又没看住啊。今天晚上又没看住，他吃大狗的狗粮了，知道吧？我估计小不点子呀，咱们家皮蛋子明天还得拉稀，不卡，是不是？卡是他们网卡 ，seven 呢 ？seven 在这儿呢，这个 seven 吗？在这儿呢，不掉毛吗？掉毛，别瞎说。嗯，啊，咱让皮蛋子回来，咱皮蛋进屋点呗。呀，这怎么还多个保姆呢？这块儿啊，这不皮蛋他家吗？十六啊，你怎么进去了呢？皮蛋呢？皮蛋呢？这家里怎么还多了个保姆呢？这是啊，十六你出来，来十六来，十六出来，出来，十六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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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出来，你看看你，这出来，先，你这不是你的窝，石头来，操，你敢咬我？皮蛋，皮蛋来，塞耳朵不舒服，那个窝，那个那么热，还搞个窝，那皮蛋的窝，家人们啊，皮蛋必须得有窝啊。三过来，三来，三来，三过来，三你看小石榴，三万，三你给我拽出来，三来把这给我拽出来，三万你快把笼子给我拽出来，这个三万，这个拽出来，过来来，把这拿过来，三万来，过来敢不敢？三你来，三你快把这拽过来，你看三万敢不敢，家人们啊？你家几楼？俺家在二楼，啊，三万，三你过来来，你把这给我拽过来。那皮蛋的家这是啊，皮蛋来 ，Seven，Seven 你听话呗 ，Seven 你过来呗，你把这个小石头撵走他，拿来，你看看你，你拿走了，你看他可厉害了啊，你看，石榴 Seven，Seven 你过来 ，Seven 来 ，Seven 说你来吧，我可不去 ，Seven 来你来呀 ，Seven。你听话呀，三万，你过来呀！完了，我俺家三万跟他儿子练相扑呢，这是，这不搁这练相扑呢吗？这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三万跟老四这不在练相扑呢吗？这不是？石榴喜欢这个窝咋整？哎，然后你信不信？小石榴谁也不让谁进，你信不信？他谁也不让谁进。就是现在我让小明进，小石都不让。小明你过来，明儿来，明儿你来，明儿你来，明儿明儿你来，明儿明儿来，明儿来，明儿明儿进去来，明儿进去，明儿进去，明儿进去，进去进去进去。明勇进去，明勇你进去，明这个窝是你们俩的，明勇去吧去吧，这是你的家，明勇去吧去吧，明勇进去去。石榴你出来，石榴。啊，看来只有我家迷糊能给小石榴撵出来了。石榴啊，咱俩整个袜子，石榴，小迷糊。哎，小迷糊，咱俩整了个袜子，你把袜子给我拿来，拿来，我看这袜子什么玩意儿，拿来。明儿，嗯，行，操！我把袜子拿出来，我袜子拿出来，起来。哦，你起来，你。啊，不是，这小不点子都。我他妈让你，我让你干啥去了？我让你拆家呢，明花，你出来来，出来，出来，明花，出来。咬坏了，明儿，我他妈给你让你拆家呢，明儿出来来出来，操你明儿，咬坏了，吐口吐了，咬坏了，明儿咬坏咬坏快，明儿你快咬坏了咬坏了咬坏了快快，明儿。你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，来，你出去点，出去，你出去，咬坏了，这他妈人小不点子的窝。哎，他妈气人，你这真气人。拿，好，我他妈打死你！出来！出来，明儿出去，跑步去去。玩跑步机去，你出来来，明儿来出来握手来握手来握手，握手，出来，握手握手，出来，出来，老四你看看你儿子，老四，三万你看看你孙子，三万三万
你看你孙子呀，你孙子一点不听话呀。三万，你出来，你过来，出来，来，三万，你过来，三万，来，三万，三万，你过来，你看看你孙子，管不管他呀？三万，三万，三万，你看你家迷糊啊，没人能管你了，是不是迷糊啊？你给出来，来，是没人能管你了，出来，来，出来，操，嗯。小不点的家差点让你给拆了，啊！谁也不能进来啊！三万，你孙子不听话怎么办？我非得让三万揍他一顿，这样我以后我也不我不打小迷糊，以后我不揍小迷糊。三万今天刺挠，三万该洗澡了。哎呀，俺家楼下，俺家楼下那不漏水吗？家们，哎，俺家 seven 那不漏水吗？然后楼下那块还没整好呢，知道吧？楼下没整好呢。他说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到现在没整好呢。开始以为我们自己家的事儿呢，知道吗？开始以为我自己家的事儿呢，结果到最后不是俺家事儿，是楼下的事儿。知道吧，漏水赶紧修修好啊，我现在不是停用吗，下水道那边不停用吗，就那根管不让用，知道吧，在上面修呢。过来，过来，来，找一个盆给他洗一点一点的倒呗，明天吧，明天给三元洗洗，我明天把那个大盆拿过来，那个大盆找不着了。我之前花了150块钱买那大盆，找不着了。啊，还是老大给老明儿，老大三万，来，三万过来，来，三万，三万你来。老大，老四进来，老大，老四，老大，老四进来，老四，老大，老四进来，来。啊，我非让三万揍小明一顿。三万，你坐好了。三万。三，你坐下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三，过来，三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，三，来，三万，小明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万，不许坐，小明不听话怎么办？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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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不听话。好，三万，真棒啊啊！小明以后听不听话？三万，他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万，坐，坐，坐，啊，我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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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屁股，坐，坐屁股。啊，三万走，三万不听话怎么？三万你别叫唤，三万你就揍他两下，揍揍，再揍两下。三万你可真的，三万你可真是的，你我给你把着呢。来，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，给牛吃吧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三万。你揍他两下子，对，揍揍揍，好啊啊！以后三万姐大胆的揍迷糊，我告诉你，以后谁都得怕三万啊！三万以后谁都得怕你啊！你大胆的揍迷糊，我再让三万揍迷糊。这小迷糊，不是拆家就是那啥。你没发现三万怕迷糊吗，老铁们啊？因为咋的，因为俺家迷糊咬过 seven， 知道吗，小迷糊咬过 seven， 小迷糊叛逆啊，老铁们啊，小迷糊叛逆啊，看看啊，三万，三万你坐好了，三万，三万，三万揍迷糊一下子，揍他，揍揍揍揍揍，好啊，三万真棒啊，啊，三万最棒了啊，三万听话啊，以后谁都得怕 seven， 三万你看啊，三万揍小迷糊，往脑瓜上打，走，好，三往头上打，啊，三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三，来来来，啊，好，三，三来，三，这三，坐，咋的？坐，坐屁股，三，坐屁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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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给迷糊吃吧，三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万不听话怎么办？
咱们吃不吃？啊，不听话怎么办？啊，好。三，你吃不吃？啊，不听话怎么办？啊，给明吃啊。三位意思他不吃。幺四九那款狗粮没有了，家人们。幺四九的狗粮没有了啊，咱家现在只有下方小购物车第七个链接的狗粮。啊，有四斤的，有八斤的，有十六斤的啊，家人们。第七个链接的狗粮啊，狗狗也非常喜欢吃的，铁们啊。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单去啊。三位现在胆咋这么小呢？三位呢？啊？三位，你现在胆咋这么小呢？你以前不胆儿挺大的吗？那小迷糊算啥呀？快点做游戏，做啥游戏？铁子，我跟你说，铁子，现在所有狗狗能做的游戏，基本都让我玩遍了，老铁们。你们能想到啥游戏吗？你们能想到啥游戏吗，家人们？老游戏我不愿意做，知道吧？我想玩做新游戏，但是新游戏啊已经被我做遍了。你们知道啥游戏吗，老铁们？咱替三位爹想一下子，只要你们想出来，我家狗就能做。十，找东西，找东西玩过了呀，找东西玩过了呀，老鹰捉小鸡儿，嘿，老鹰捉小鸡儿咋玩啊？这东西？心疼迷糊，非让人揍，三位揍他一顿，再揍他，揍头，往脑瓜上打，揍，笨，你真笨，你太笨，啊三位，啊，你太笨了，啊三位，我看你怎么不笨，啊揍他吧，揍他一顿。你太笨啊！三阳太愿意叫唤了哈，家人们，三阳太愿意，三阳坐里头来，坐，来，好，走，不能叫唤，不能叫唤他，那不要，能动手别吵，能动手别吵，三阳。啊，三位是不让打呀？那行吧，那好，那不打大孙子了。啊，不打大孙子了啊！不逗他了，我不逗他了，拉倒吧。这三位太能叫唤了，这以后控制不住了，家人们，这以后真控制不住三位了。哎呀，你说我咋整吧，老铁们？啊，控制不住他了，以后啊啊！刚看到小明笑了，哎。欢迎大家伙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咱把爱心往上点到5万吧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我看今天玩什么人，木头人咋玩呢？木头人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，咱抢零食呗，我数三个数，是不是？我数三个数，啊，能玩吗？一、二，不许动，不可能啊，家人们，那压根就不可能啊。小不点是谁的孩子？妹妹的孩子，妹妹。三小点心疼他孙子呢，心疼大孙子呢。三小说对不起了，大孙子，孙子，对不起啦啊！奶奶刚才对不住你啊！三万吸还迷糊呢，三万你吸三万再吸吸呢，三啊！三万去哄大孙子了，大孙子。隔辈亲呢啊，你假摔倒看救不救你，那游戏玩过他们没有救我的，我现在已经摔的真的，我真摔都不带救我的，还假摔呢，老铁们，现在那个游戏已经不行了，就跟狼来那个故事差不多啊，我真摔都白费了，现在啊，小迷糊会找东西吗？小迷糊也会找东西啊，迷糊也会找东西，家人们，对呀、啊、我真摔都不一定能救我了，还假摔更白费呀、啊。顶球游戏，顶球，玩顶顶啊！顶球，你说顶气球，三位不行啊，老铁们，三位你一关起来就叫唤，你关就叫，不行啊！咱现在不适合玩那种把三位单独，就是
一个一个出来那种游戏，要玩咱们一块玩，知道吧？要玩咱一块玩，因为你再问你给他关起来，他就不停的叫唤，叫的自己嗓子都哑了。不用玩了，就这么播吧，是不是？一二三木头人儿。过来，小人来，过来，来，这么多家吗？啊，我把他们几个挨整一块儿去，我把他们几个整一块儿去，然后我数一、二、三，哎，谁离的零食远，我给谁吃。不行啊，那么整也不对呀、啊，啊？明文喜不喜欢你姥爷啊？老四是哪位先生？我给大伙看看我四哥。去玩吧，小不点子啊！小不点子玩吧，我给大伙看我四哥啊！我四哥来了。你看见谁动谁就淘汰，谁要没动谁就幸胜利。欧了，欧了，咱就玩这个家吧，咱就玩这个一二三木头人，谁动了谁淘汰，谁没动谁下一关，是不是？啊，把小不点子关起来，家人们啊，小不点子关起来不行啊，小不点子容易受伤啊，兄弟们，尤其是放吃的，再给他咬给掏了，犯不上了啊。小不点子进去睡觉吧，啊，皮蛋啊，皮蛋进去睡觉吧，好。咱们就玩这个啊，老铁们，老四坐好了，老四请坐，第一个位置谁啊？老大请坐，第二个位置谁啊？第二位老大，小明坐，石榴，这地位是谁的啊？ Seven 的呀，好，坐好了吧啊，石榴第四个位置啊，我数一二三啊，谁都不准动啊，谁动谁淘汰。要这么的吧，家人们，这么的啊，谁先动谁淘汰啊，看看他们几个谁的定力好。三万你坐下，三万你坐下，我看你们几个谁定力好啊，这么的啊。欢迎我四哥他爹，欢迎我四哥他爸爸，家人们啊，再给我自高我上的榜一个亲家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我看我亲家多些了，咱能给搂到两万不家吗？直播间一千多人啊，咱给搂到两万。四哥，你爹来了，四哥，坐好了，三哥来，好了啊，这边来，坐好了啊，等会儿来，不用，好。我看你们几个谁控制不住谁淘汰啊，咱们今天就玩这个动定力啊，家人们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咱榜一送来的火箭，老铁们啊，再给榜一关注一下子啊，有喜欢四哥的呀，这什么榜一怎么走了呢？过来来，好了啊，来，我就放在这个地方，能看清吗？谁都不准动啊！哎，全班淘汰！全班淘汰，谁先从一把淘汰一个？大家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大家。
家人们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是不是三文第一个被淘汰的？刚才是不是三文先动的？刚才是不是三文先动的？是还不是，家人们？对吧？三文先淘汰，来，咱们先淘汰三文来。小迷糊先动的呢，刚才谁先动的？啊？回动啊，来！迷糊淘汰啊！好，回头啊，坐下来，来，坐下来，啊，十，就是你们三个啊，我看你们三个谁都不动，完了，家人有点僵局呀，这个家人是吧？有点僵局呀，啊！我一人给一口吧，家人，我一人给一口吧，行不行？我一人给一口，来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。来，这边来，老四来，老大来，这边来，好，继续再接再厉啊，再接再厉，我看这把怎么动啊？咱们等会儿先啊。哎，我把镜头给你们拉近点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家人们，我把镜头给你们拉近点啊。哎，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老四不能动，四哥。啊，我给把镜头给你们拉近点。待会儿想买咱这火腿肠的啊，火腿肠16.8一包，30根，450克啊，买3包送一包啊，家人们，来，到四哥，好，谁动谁淘汰啊，谁动谁淘汰，一分，十点，一分。
他们三个等老爷口令呢，谁先动的，家人们？我感觉像小石榴先动的呢，谁先动的？老四，咱们再来吧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再来吧啊，我没看见谁先动的。啊，这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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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三，啊，老大胜出了，那人这么说的话，家人们，人这么说的话，只有老，咱老大胜出了啊，我给老大一个奖励，家人们啊，我给咱小老大一个奖励啊，坐好了，我给咱老大一个奖励啊，因为咱老大刚才太听话了啊，老大一动不动了，在这儿，是不是？来，老大来，给你奖励了啊！好，好，你们多向老大学习啊！十六啊，咱要多向老大学习啊！好啊，咱们再来一遍，老铁们，老大坐下来，老大坐下来，老大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啊！啊，十六坐下来。预备，一，这我有我四个你整干啥呀？四个你等我口令呢，这是啊，老师啊，啊，这我四个这等我口令呢啊，小石榴要动，还是咱老大获胜啊，家人们，还是咱老大获胜啊，老大听懂啥意思了，老大是一动不动，是不是？我们家老大那是一动不动啊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四哥关键时刻一点都不迷惑。哎，你说我四哥这么清醒哈，家人，为什么他玩完之后他往那一趴呢？你看，嗯，四哥是保存体力呢，我还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大家伙没点亮，咱们往上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！没点亮的，大家伙点点亮，点点小爱心，家人们啊！有想买咱们家狗粮的？啊，家人们，狗粮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七个链接啊，
有4斤的，有8斤的，有16斤的，买狗粮赠送火腿肠。如果狗不吃，家人们，狗粮包退啊，有运费险啊，家人们，狗粮包退有运费险。来，老大来，来给奖励一根来。嗯，待会儿我可以直接拍啊，4斤的、8斤的和16斤的，赠送一包咱们的火腿肠，老铁们，30根，450克啊。如果你们家狗不吃狗粮的话，老铁们啊，狗粮给我退回来，火腿肠送给你啊。咱家狗粮所有的狗都能吃，不分品种啊。老四5岁的吧，18年出生的。老四4岁，家人们，哎，几岁了？啊，18年6月，就在6月1号，19202122，我4岁，家人们，马上5岁了，明年5岁了，老铁们，啊，给老大奖励一根，4岁半了，四哥。老师你想不想吃？看见老大的，人老大一动不动。我四哥属于壮年。现在奖励老大在广告呗。我不对，我就广完告之后我多奖励给老大两根。广告完之后我多奖励给老大两根。这狗牙不齐呀、啊、这狗一牙一围瞅这牙就不想给他。啊你看老四表情啊。家人们你们知道老四每次咬牙是怎么咬的吗？你们知道老四每次咬嘴唇是怎么咬的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如果你要把好吃的摆在老四面前的话，老四就会咬嘴唇的，看到啊。老四怎么有点龅牙呢？我感觉家人们，老四是龅牙吗？还有点兜齿啊？他是属于龅牙还是属于兜齿啊？老铁们，啊？小石榴刚才不也动了吗？家人们，小石榴啊，是兜齿吗？老四有点兜齿吗？家人们啊，老四咬嘴唇，给你一个吧。给小石头一个啊，咱家狗粮所有的狗都能吃，家人们啊，不分品种啊，狗粮非常便宜啊，现在有活动，58块钱啊，4斤赠送一包火腿肠，老铁们啊，8斤的、16斤的都有啊，家人们，没吃过咱家这款狗粮的话，老铁们你们可以拍上咱家这个狗粮啊，拍单4斤的啊，家人们买狗粮赠送火腿肠，狗不吃包退，咱家有运费险，老铁们啊，你家狗不吃包退，运费险我出，我给你出啊，老铁们，给老大一个，给小石榴一个，小石榴没给呢，小石榴没给呢，石榴，哎，小石榴是不是好看了？石榴是不是好看了？行了啊，我看你俩挺有夫妻相，
我瞅瞅。啊，老四和小石头，你俩有夫妻相啊？哎，别说，家人们啊，别说，老四哥，石头上来，石头来，上来，石头上来，下去，下去。一小时的一个啊，咱家狗粮啊，家人们买咱们家狗粮的话，就赠送这个火腿肠了，行吧？含肉量特别高的火腿肠，看着家人们，鸡肉和牛肉混合口味的啊，鸡肉和牛肉混合口味的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狗粮的，你们可以拍狗粮，拍完狗粮之后，三月天就把这包火腿肠送给你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坐下，坐好，坐下。四哥，再给大伙咬个嘴唇啊！今天直播咋这么清晰呢？我一直都用这个手机直播。那天我用那个，哎，我发现我这两个手机我这么一调换啊，家人们啊，我这么一调换之后啊，然后我这个手机就立马就清楚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来，给老四一个吧，啊，给老四一个吧，老四听懂了，你看老四听懂，给老四一个吧，给老四一个，啊，给老四一个，啊，给老四一个，呀，完了，人媳妇抢不走，要抢走的孙子，老四，老四啊，没了。来的没有了，让你媳妇抢走了，给你媳妇了，没有了。三元不叫唤了啊，家人们，三元是不叫唤了。我看三元来干啥呢？啊，咱家这款狗粮啊，所有的狗都能吃啊，家人们啊，不分品种，三个月以上就可以。三元，你干啥呢？三元，啊，你又出来吧，明白？你又出来吧，明白？三元在家玩呢。老四，三元明出来吧，明出来吧，你出来吧，明出不出来？你出不出来，明花？啊？三元忙着呢啊，三元有事儿干了啊，家人们，三元终于有事儿干了，老铁们，他真是终于有事儿干了，啊，明出来，明花，你出来呀，你不想玩啊？明花，你不想出来玩啊？啊？你出来来，明儿明儿来，明儿出来来，三元让你养抑郁了，啊，那三元他愿意咬东西，知道吧？不是让我养抑郁了啊，三元那是愿意咬东西，啊，你没发现俺家三元这脾气可爆了吗？他咬上东西就没事儿，你看俺家三元干啥呢，家人啊？我给大伙看一下子啊，三元出来来，啊，小明出来来，小明来，明儿出来，明儿出来，三元你干啥呢？咬不咬？三元在玩玩具呢，俺家三元。这不玩玩具呢吗？三文呢？你看看，啊，三文呢？你愿意玩那玩具吗？啊，行，玩吧。三文那是愿意玩这个玩具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啊，他一点都不抑郁，俺这三文很正常，家人们。啊，三文一点都不抑郁，太正常了。你总关着他，他肯定找事做。我没总关着他呀，家人们，你们怎么能看着我总关着他呢？三元平时是不关笼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关笼的，所以他关笼里他不适应。老四他们为啥不叫唤？因为我四哥他们平时关着，三元他们不关着。三元啊，不关着。三元，我跟你说，我以前总关着三元，知道吗？现在不关了。导致现在我想关都关不了，一关笼子三元就叫唤，一关笼子三元就叫唤。狗粮怎么不上车？狗粮在第七个链接呢，啊，咱家狗粮在第七个链接呢，啊，咱家是四品粮，老铁们啊，一个拉布拉多幼犬多少钱？一个拉布拉多幼犬不知道啊，多少钱都有，啊，你看俺亲家那个啊，在一号卖的，他家的幼犬的话就得七八千块钱，知道吗？一号卖主播榜单第一名，他家的拉布拉多就得1000多块钱，就得6000-7000块钱，知道吧？
老铁们，你们在外面买的拉布拉多可能说几百块钱都有啊，七八百的，一两千的也有啊，像我们亲家的啊，他家是六七千块钱，不一样，不一定，你多少钱都能买着。皮蛋今天出镜了吗？皮蛋出镜了，哎，皮蛋屋里睡觉呢，皮蛋，皮蛋子，三娃，你出来溜达溜达，三娃，你啊，那行吧，那行吧，那行吧，那不打扰你了啊，爸不打扰你了啊。他让我滚犊子，三娃说你赶紧滚吧，你赶紧上一边去吧，别打扰我了啊。原来那个狗粮没有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原来那款狗粮没有了，现在你们想买狗粮的话，你们拍下方小购物车第七个链接的狗粮啊，家人们，咱家这款狗粮适口性非常好，狗子特别喜欢吃啊，家人们有需要你们拍一单。三娃说你太烦人了，咱不打扰，再不打扰咱三娃了，让三娃自己玩吧。我觉得三娃这种状态挺好，家人们知道吧，他干一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你们说对不对，老铁们啊？三娃应该是牙刺呢啊，别的没啥，老铁们，别的没啥，就是牙刺呢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咱们再来一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再来一把啊！小迷糊刚才不是动了吗，家人们？老大刚才赢了啊，我们家老大拿了个第一名啊，今天我们家老大第一名。啊，我奖励给俺家老大一个好吃的，你说对就对 ，OK， 你看见吗？三幺不叫唤挺好的。老大拿个第一名啊，老大呀，来给你奖励一个，好。来，咱们再来吧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小迷糊来，虎妞哪去了？虎妞跪着回来，啊，老四哥，老大赢了，啊，这我跟你说，他们几个谁都玩不过老大，玩这个玩定力的话，谁都玩不过老大，你信不信？啊？三文愿意玩那个玩具啊，你把玩具给他取回来，三文就不愿意了，肯定不愿意，家人们。好，行，老大自己来。他老大握手，但是老大这个盘腿为什么教不会呢？他自己会，但是你教他教不会。啊？你教老大盘腿，老大不会，但是他自己会整。哎呀，这屏幕上这个东西真烦人呢，老铁们，你们发现没有，老铁们？屏幕上这东西真烦人，你们看直播，是不是你们都可以清屏？家人们，你们看直播是不是都可以清屏啊？为什么感觉这么烦人呢？这屏幕上这些东西咋这么烦人呢？怎么啊？这个主播活动这个还关不了，是不是？不可以吧？你们不可以清屏吗？可以清屏特效。哎，我这就整不了这个东西，我感觉可烦人了。我就感觉地方不够大，就这么点地方，上面全是字儿。什么东西烦人？直播预告，主播活动，今日爆款，卖货那个收礼物，粉丝团，这些东西，来，过来，老师这里，老师来，啊，老师过来，老师这里来，啊，您这里来行吗？啊，好，不行啊，我跟你们肩并肩，
迷糊，你坐起来，你看看你坐起来迷糊。迷糊坐好了啊，好，我给你们肩并肩啊，谁都不准动。你给我老小明花，你不能输，知道吧？你不能动，忍住了啊，明花。一，二。四哥呀，让你儿子给偷了吗？这都是啊，这不是让人家小明给偷了塔了吗？古为清明就出现加我粉丝团真烦，是不是？这不一下子就让小明给偷塔了吗？一般直播都有这些东西。赛万，你出来不？赛万，你出来玩不？赛万，好吗？咱出来玩吧，行不行？迷糊，迷糊，谁都不能抢迷糊，那是Seven的玩具，迷糊不能抢，老四。不能抢，不能抢，不能抢了，老四啊！三，你趴着玩吧，咱们啊！咱家三把这玩具当宝了，看着没？小迷糊随四哥，青出一蓝，胜出一蓝呢。哦哦，三真乖啊，咱们。三万呢？好好好好。我看看你，看看你，赛文，我说啥？我啥也没说，我就看看着你。这里头有啥呀，赛文？你这么喜欢这玩意儿呢？啊？咱爸爸想知道里边这有什么东西呀，赛文？你咋这么喜欢玩这个玩具呢？啊？赛文？没人抢你的玩具赛吗？啊，没人抢你玩具。呀，什么动静赛吗？拿零食换都换不下来，家人们信不信？我拿零食跟赛文换都换不下来。家人们又想买狗粮的啊，咱的狗粮第一个链接，老铁们，第一个链接正在讲讲当中，买狗粮赠送火腿肠，家人们啊，咱的狗粮不分品种，谁都能吃，老铁们。啊，所有的狗都可以吃，三个月以上的狗狗，所有狗都能吃啊。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24%，里边特别添加了羊奶粉，特别添加了鱼油啊，添加了1%的鱼油，添加了羊奶粉啊，而且里边还添加了益生元，啊，家人们，啊，有需要的你们可以拍那四品粮啊，老铁们，冻干鸡肉粒、冻干原切蛋黄，还有鲜鸡肉松啊，然后赠送一包火腿肠。还赠送一包火腿肠，家人们，相当于咱家这包狗粮，老铁们，你们花了42块钱买的，啊，家人们，咱家这包狗粮相当于你们花了42块钱买到手的4斤，啊，超级划算，老铁们啊，四品粮，小迷糊啊，招你还是惹你了？玩具还能响啊？三羊就是喜欢这个响，三羊就是喜欢这个响声，你知道吗？咱俩狗粮不吃包退，家人们啊，有运费险，你拆开袋儿，你如果你家狗不吃的话，我都给你退回来啊，家人们啊，我就三羊爹就想给大伙推荐一款啊性价比高的狗粮，知道吗，老铁们，就想给大伙推荐一款好的狗粮啊，所以
家人们，你几斤装的？四斤的、八斤的和十六斤都有啊。你看你适合拍哪个？你家如果是大狗的话，你拍最多那个，拍十六斤的啊。你家狗如果大狗的话，拍十六斤的；小狗的话，你拍个一斤，拍个四斤的就可以了啊。三万，再让响一声。三万，你再咬一声。三万，你再咬一声。三万，你再咬一声。你三万跟小迷糊似的。哎呀，那三万跟小时候一样，这小动作，你看这小手，跟小时候一样。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！三万，你说你干啥呀你？三万，再让响一声。三万，你再让响一声。你让对怼怼怼怼怼怼怼，咱怼怼他，怼他，怼怼怼怼怼怼，好，再怼，再怼怼怼怼怼怼怼，再怼再怼再怼怼怼怼他，怼他，怼他，怼怼怼怼，嘴不响了，完了，嘴不响了，家人们整的。啊，别我想了，三万不会怼可能是，啊，三万知道什么是怼，啊，那三万聪明，他知道能听出来什么是怼，家人们，三万再怼他一下子，三万来，狗粮不吃包退，家人们啊，赠送火腿肠，啊，老铁们，咱俩这款狗粮适口性非常好，家人们啊，咱俩狗子特别喜欢吃，啊，里边有非常多的冻干蛋黄，啊，家人们啊。非常多的蛋黄，蛋黄是天然的卵磷脂，家人们啊，天然的卵磷脂非常不错，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买一单啊，尝一尝。狗粮不吃包退，三万又不开心了，三万你怼他一下子，三万来，让三万玩吧，让三万在这趴着玩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啊？让三万趴着玩吧。你说俺这三万这个怼怼神功啊，家人们，三万这个怼东西这功夫，这个功夫他能，哎呀，谁能学会呢？老铁们，你们说啊？为什么现在白天不播了呢？咱这白天本身就不播，家人们，本身就不播啊。三万爹白天播呢，有的时候直播，有的时候不直播。小迷糊，你爬那么高干啥呀？迷糊啊！啊，小迷糊，你能不能让你姥爷省点心呢？你爬那么高干啥呀，迷糊？你咋回事啊，迷糊啊？你怎么总不听你姥爷话呢？你非得跑步，非得是姥爷罚你跑步你才满意吗，小迷糊？啊？干啥呀，迷糊啊？那总是上上面偷东西去，那上面有啥呀，迷糊啊？狗粮什么时候发货？家人们，你们现在拍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！明天中午基本上都发货了，啊，四斤的、八斤的和十六斤都有，都赠送火腿肠。如果狗哥不吃，狗粮给我退回来，火腿肠送给你。迷糊，跑跑步机，自己去，自己玩跑步机去。自己上跑步机，迷糊自己去，找跑步机在哪儿呢？去上去，上跑步机，迷糊去，去。木耳重量多少？咱俩木耳是20.09元，180克啊，49.9元一斤。小五主人的网名什么？求购就大绵羊，这什么大绵羊什么来着？小迷糊是甘愿受罚呀，老铁们，真是甘愿受罚呀！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不能跟妈妈抢！老大，这游戏这个玩具只有给三万玩啊！你别的狗就咬坏了啊，家人们啊！这玩具就三万咬不坏，别的狗就咬坏了，不能抢！老大，不准抢！老大，小迷糊啊！小迷糊，小迷糊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，迷糊来，出来来，出来来，出来，迷糊来，咬坏了，你们几个都留不住。
米欧，你出来来，米欧，你出来，出来，米欧，握手来，出来，米欧来。这个玩具你们谁都留不住啊，就三人能玩。啊，三人玩半天都不带玩坏的，你们一会儿就拆了，他们一会儿就给拆了。小明出来来，出来握手，明儿出来出来，往外走，出来出来，明儿出来，不能玩啊！狗粮寄来可会坏，坏不了啊！狗粮坏不了啊！咱家狗粮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最新的，老铁们啊！我给大家伙看一下，咱家这个狗粮生产日期都是六月的啊，2022年六月份的生产日期，全部都是最新的啊，家人们。2022年六月11号的生产日期，家人们啊，2022年六月11日啊，下午14:10，编号03459，家人们每个编号都不一样，看到吗，家人们啊，11783，16:14，你看家人们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它这样都有日期的，你看到吗，老铁们，狗粮啊。生产日期2022年六月11日，啊，14:11，这个是2022年六月11日，16:44，16:44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家人们想买狗粮的，你们可以拍的。Seven， 你回三，你回去玩去，三，你回去玩去。老四出来，来，四哥。欢迎大家伙啊，咱们点点亮，老铁们啊，咱们点点亮。来，三进，三进去吧。好，三进玩游戏，老铁们啊，我不是为了关三进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不是为了关他，而是三进愿意玩这个玩具啊，我保护他了，老铁们，好吧？啊。发哪个快递？发中通或者是韵达，老铁们，中通或者韵达，你想发哪个快递？你联系客服，你说客服，你给我发韵达或者中通，咱俩别的快递不行啊，家人们，别的快递不可以啊，只有韵达或者中通才可以啊。对，只有这两个快递咱有合作，其他快递没有合作，发不了，太贵了。啊，其他快递会太贵了，来来，给你们整点这个肉干吃，来过来来，一人发一个，小石头过来，来石头过来，来小明是 seven 生的呀，你看俺家 seven 能生出这玩意儿吗？家们，你咱就说吧，咱就不用说别的，咱闭着眼睛就说，老铁们 ，seven 能生出来这个东西 ？seven 啥色的？俺家 seven 啥色的？你怎么瞅他也不像 seven 生的呀，你怎么瞅他也像是小石榴生的呀。咱直播间有好多新朋友啊，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子啊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子啊，来，孩子他爹请坐啊，啊，孩子他妈啊，孩子他妈请坐，他儿子，哎，这是一家三口，老铁们，这是一家三口啊，孩子是我四哥的啊，孩子妈是小石榴啊，他们三个是一家三口，来给大伙唱首歌吧，行不行，他们一家三口会唱歌，老铁们，你们可能没听过啊，咱直播间好多朋友可能没听过他们几个唱歌，老铁们啊，这么的吧，你们一家三口给大伙展示一个啊，吉祥三宝吧，行不行，老师，来个吉祥三宝吧，啊，有请我四哥闪亮登场，哎，啊啦嘿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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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嘿。啦啦，这首歌听过吗，家人们，听没听过，听没听过，咱来一首吉祥三宝吧，有想买狗粮的家人们啊，第一个链接狗粮58块钱啊，58块钱四斤啊，8斤16斤都有，4斤8斤16斤都有啊，有需要的家人们可以拍一单狗粮啊，买狗粮赠送火腿肠，狗粮不吃包退，有运费险，放心拍，放心买，家人们。
狗粮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我这一说唱歌，怎么都跑了呢？老师上来，老师来，老师上来。大爹，啊，他妈，他儿子，啊，名字好了。唱有点乱套一下。有点乱套啊。好，唱一下吧啊。来，接下来有我们家的啊小迷糊，我们家我四哥，还有俺家小石榴，给大伙来一首吉祥那个三宝。来啊，来，来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啊，坐好了。老师现在有点嫌我他媳妇儿，好久没看你直播了，小明被你训的都会唱歌了，必须的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，小明现在啥都会啊！感谢大家们啊，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！咱家榜一来自咱们至高无上的榜一，我四哥他亲爹，老铁们来给点点关注啊！别整事儿了，不亲就算了。我不寻思他们家三口这不其乐融融的吗？家吗？给大家伙看一下子，他们几个在一块儿。其乐融融的画面吗？那不是啊，老铁们。狗粮第一个链接，家人们，狗粮不吃包退啊！咱家是四品粮，里边还有冻干鸡肉粒、冻干原切蛋黄，还有鲜鸡肉松，而且呢，里边添加了羊奶粉，添加了1%的鱼油，添加了咱们这个益生元，老铁们啊，帮助可以帮助狗狗消化啊，帮助狗狗吸收。老铁们想拍狗粮的，狗粮不吃包退啊，家人们放心买就完了啊。四哥的爸爸 Seven 老公是妥妥对啊，咱给我四哥的爹咱给上上小关注，老铁们啊。其乐融融，他们自动就会去亲了，你得引导，知道不，家人们得引导啊。哎，我发现你们几个一玩完之后就往地一趴哈，这第二天真是热了，老铁们，这地是真是凉快，这天真是热，他们玩完之后往地一趴。你说咱这屋里有必要安空调吗，家人们？你不安空调吧，所以说没法开窗户，你一开晚上的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，晚上开窗户他们几个总愿意叫唤，知道吧，这一叫唤外面听得可精可真令了。
晚上没法开窗户，今天这开窗户的话，咱家这么叫唤的话，没法整，因为这楼后面一开窗户，楼后面就是小区，这个点人基本都睡觉了。过来，四哥来，不行，咱安个空调吧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啊，有这个必要吗？给他们开风扇吗？东北多少度？东北20来度。20多度，你说你要不安空调吧，我觉得他们好像热，你说安空调吧，我感觉好像有点犯不上啊。整的整的，你看咱家狗现在可懒了，一玩完之后就往地下一趴，空调不能开一宿啊，没必要。我看见了啊，你看现在外面多少度，哎呀，23度，你看整的比空调温度19度，哎呀。19度，因为之前嘛，之前晚上的时候啊，我有一回我就那什么，我把窗户开开了，知道吧？晚上早上的时候，咱那狗一遛，它不就叫唤吗？老铁们，早上的时候啊，这门一开，他们几个一块叫唤。所以小区物业反就跟我们说了，你家养几个狗啊？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屋里养那么多狗，知道吧？他说你家屋里养几个狗，这么大动静，一叫唤，整个小区都能听着。每天早遛我都叫唤，没必要。哎呀，你说，老四，老三，起来了，老三。安空调吧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用不上。老爷芭比裤上车呀，芭比裤现在我看一下吧啊，家人们，我看芭比裤能不能上车啊，我芭比裤给你们上车了，天宝啊，你们应该是可以拍客服，你把芭比裤上车，客服来，那库存都是你直接上车就行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去年拍过咱家芭比裤的啊，你们可以拍一下子啊，客服你把芭比裤上车，我看咱家有人要啊，但是码不全，家人们啊，但正常的码都有，正常的码是应该都有的。那芭比裤是不是下架了？客服好像睡着了，我来先生啊。和物业说，我们给我早上练声，练声也不行啊。芭比裤，我找一下子啊。已下架商品，去年那个芭比裤卖完之后就下架了，知道不？上架了，上车呀？你没上车吗？对呀，还是去年那个价格啊。啊。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是39.9块一条，老铁们啊，全部都是39.9块一条，应该是现在有，应该现在有库存。咱家这个应该有库存的，客服，没有库存的话它不能有。知道吧，肯定是有库存的啊，芭比裤去年我买了两条，穿的可舒服了，等会儿啊，这个我不适合卖，应该让我媳妇卖，知道吧，这芭比裤。对呀一条啊，干啥呀，咋上架呀，对呀，跟去年一个价格吗，那不是，你直接上车就行，所有的这 M 肤色的 M 码的 L 码的
啊，CL 码的，CCCL 码的，都是一个价格。啊，我拍的木耳给放狗的照片吗？不放照片，家人们啊！我跟你说，不，为啥说三兄弟说不放照片呢？老铁们啊，因为吧，狗狗的东西就是狗狗东西，人吃的东西就是人吃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你可能是不嫌乎，家人们，但是有的人他嫌乎，知道吗？宠物吃的东西和狗吃的东西不能放一块儿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前两天有这么个回事儿。啊，人家买完咱家宠物用品，人家买完咱家这个木耳吧，啊，有几个说要放照片的，结果给放了。但是那家们，啊，咱家那天包木耳的时候吧，包木耳的时候，那个照片家不那个照片不在狗那屋吗？放那个哪地方？放那个老四他们趴那个桌子上了吗？家人们，那个。照片上有狗毛，知道吧？紧接着吧，那个狗毛就带到那个木耳那个大包装上了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人家一看那个包装吧，人就不想要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前天有那么个事儿，一看包装上有狗毛，人就不想要了。所以呀，老铁们，人吃东西就人吃东西，人吃东西跟宠物用的东西不放一块儿。啊，老铁们，人吃东西跟宠物用的东西不放在一块儿，老铁们。啊！芭比裤上车了，家人们啊！芭比裤上车了，你们有需要芭比裤的话，你们去拍吧，老铁们啊！第一个链接。你看是不是有讲解？芭比裤是不是有讲解？哎呀妈呀，家人们！翘臀裤，家人们，看不着。家人们，你看一下咱们这个八，家人们你们99.99一条啊，老铁们。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咱这个讲解。99.99一条啊，你看咱这讲解，咱这讲解还在杭州呢，这不杭州吗，老铁们啊？这不杭州那个屋子吗，老铁们？有没有认识的啊？这不咱在杭州的时候吗，老铁们啊？哎呀，太有回忆了啊，家人们啊！我都忘了那地方啥样了，家人们，我都忘了那地方啥样了。你看看，咱那时候在杭州呢，去年的时候讲解，老铁们还在这儿呢。哦，这个讲解我得留着呀，老铁们。你们想买这个芭比裤的，家人们，下方小购车，你们去拍吧，家人们啊。你们有需要多少码的话，你们拍，按照码拍啊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你看见没，都有码的 ，L 码100-110到125啊 ，CL 120到135，俩 CL 130到155啊，肤色 M 码85到115啊，家人们根据自己的那啥拍。杭州真好，杭州好是好，杭州热呀，老铁们。杭州好是好，那地方太热了，整不了。就这个时候，老铁们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时候，我都不敢带俺家狗出门。你们知道杭州多热吗，家人们？我看你们，我给你们看看俺们东北多暖和。你看吧，俺们东北这叫暖和，在我们东北这个温度就是暖和了，适宜的气温，知道吧？你再看杭州啊，我看这里有没有杭州，老铁们。那每天晚上的最低温25度，最低温25度，最高温34度，天天基本上天天下雨还34度呢，下雨还34度，你想想吧，家人们，如果不下雨的话，都得干多少度啊？杭州太热了，杭州绝对是火炉，老铁们，绝对是火炉城市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老爷，辽宁买不了吗？他说不吃配送，辽宁可以买。
辽宁可以买啊，家人们。啊，三元咋的又？我三元咋的了？三元这是？三元你这是咋的了？你这是？啊？我昨天买了呢，我昨天我咋买不了呢？不可能买不了，家人们啊，不可能买不了。那运费模板没变吗？客服是不是？家人们又想买大米的啊，又想买咱家那东北石板大米的老铁们啊，有咱家直播间有好多朋友买过咱家这大米啊，还是之前那个大米，老铁们啊，想买米的58块钱十斤啊，咱们东北石板大米啊，老铁们啊，58块钱十斤，有需要的可以拍的。辽宁太子河买不了，辽阳太子河区买不了。辽阳太子河区有什么说的吗？现在是，辽阳太子河区可以买了，家人们现在可以买了啊！哎，客服给调完了，可以买了。他可能那个运费模板是之前的运费模板，知道吗？之前的运费模板啊，把运费模板改一下就好了，现在可以了。龙奔龙头，万里滔滔风光随风摇，侯真流塞干西。迷糊真犟啊，迷糊他们几个真愿玩的游戏玩具啊。家们你们信不信一会儿让迷糊咬坏，信不信？你说我抢不抢过来？你说我抢不抢过来？你信不信老铁们？这个如果我要不抢过来的话，小牛一会儿给他咬坏的。芭比户在第一个链接呢，家人们啊，翘臀芭比翘臀户39.9块一条，有 M 码的、C 码的啊 ，M 码的、X 码的。CL 的俩 CL 的啊，可以穿到150多斤，朋友们啊，芭比翘臀裤39.9块啊，哪天让我媳妇给大伙介绍一下吧啊，还是去年那个款，他肯定给咬坏的。包子你咋这么滋润呢？包子，我真想一脚把你踢下来，包子，真的，包子，我真想把你整下来，包子啊。我真想把你拿下来，包子，你咋这么懒呢？咱就说，我真想一下把你踢下来呀，包子呀！动我，你再动我，你再动我！我说的没毛病吗，包子？下不下来啊？动我是不是？这包子，包子骂你呢，猫爬架多少钱？这个猫爬架我忘了，猫爬架应该是400多块钱吧，应该是400多块钱。哎呀，我买那个猫笼子到现在没到货呢，气人呢，老铁们，真气人呢。我今天打算本来给咱猫，给咱那个包子把笼子给它安上呢，那么笼子到现在没到。咱让包子出来玩会儿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包子出来玩会儿，包子好长时间不下来了。说实话，老铁们，好长时间不下来走道了。这么的，咱就让老四来这，行不行？三元来，三元进去，来，三元进去。三元，小迷糊，出来。上进去。好，咱包子下来吧，来，
老大来，老四来，老大来，过来老大，老大下去，上进去来，老四出来来。咱包子下来溜溜的吧，家人们啊，的确是心疼这个包子，老铁们，怎么让他下来能给他端下来吧，连盆儿给他端下来吧。吓尿了，这都给好了。行了啊，干什么玩意儿呢啊，拿来，好，三给你，包子握手，包子来握手，包子握手来。你既然养狗了，就不要养猫了，这对猫来说就是一种煎熬。我跟你说，这你就不懂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猫它也分胆大的和胆小的。那你告诉我，咱这包子来的时候，我哪知道它是胆小的还是胆大的？那别人家都能养，为什么咱家养不了？啊，家人们。那别人家都能养，为啥咱家养不了呢？咱家也能，我就感觉咱家也能养呢。这不是以前了，家人，不像原先了，猫捉老鼠，狗拿耗子，什么玩意儿，又狗跟猫势不两立啥的。别人家都从小养的。再一个呢，家人们，再一个是咋的，这个包子吧是人家送给咱们的，你说咱现在养了，你们意思是不让我要了呗，你说把包子给谁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，你说人家给我的，把包子给我了，你说我是给人送回去啊，还是我不养了，还是压根你们看不上包子呀，老铁们，你们这样式的很容易，就是说以后你们都看不着包子了，知道我家吗，很容易看不着包子了，你们的意思不就是说让我把包子送走吗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包子送走，猫在这纯粹是遭罪，你们觉着是猫怕狗，其实我还感觉狗怕猫呢，老铁们，坚决不送包子，是猫可不呗，不送走，留着吧，我不说了吗，家人们，我特地给包子买了一个，我买了一个笼子啊，给包子买笼子花了1000多块钱，我花了1400块钱，1400块钱给包子买了个笼子，这还没到呢，我先有上笼子之后吧，有完笼子之后我给包子找个伴儿，我再养个小猫啊，咱那包子吧，包子就啊，包子是公的，我给他找个伴儿，
知道吧？他以后能好，能好点。咱现在那个笼子它没到，我没法再养个小猫啊。一套1400，对，一套，上下4层的，啊，1.8米高。Seven 好了，其实咱家这个猫啊，跟小石榴他俩关系比较好了，兄弟们，跟小石榴关系比较好，他俩，哎呀，包子来，嗯。嗯嗯，这包子更掉毛，这毛布走的。猫和狗不打架吗？你看这猫走道都是小心谨慎，太遭罪了。你说这个猫，家人们，你们说这个猫，你们感觉三月爹应该送人的话，你们扣一。其实我也完全可以送人，老铁们。我完全没有必要，我听你们在这说，完全可以给送人。我再买两只小猫，我都花不上1000块钱，兄弟们。你在这屋子住吗？隔壁屋子，隔壁。这一层，我这一层总共有6个房间，啊，总共有6个房间。送人吗，家人们？你们给我一个，我应该送人还是应该自己留着？猫笼的我都买过来了。要不咱每天怎么的，家人们？要不咱每天嘛，咱啥也不干，咱就把包子往那一放，咱玩咱的，狗和狗，狗和猫他们在一块玩，是不是？啊？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信不信？小明，我肯定把三文玩具抢跑了，要不三文不能叫唤。你们信不信？你看啊，你看，我说的吧，要不三文不能叫唤。我太了解三文了，反正三文现在老笨了，他不敢。以前，小明，我真的打你一巴掌。你说啥？小明，我真的打你一巴掌。拿来，小明现在对他奶奶都敢下口，小明对他奶奶都敢下口。大哥，你至于吗？迷糊，你这就说至于吗？啊，你那么啥都护呢你？啊，砖头的你也护，萝卜你也护，土豆子你也护，大辣椒你也护，茄子你也护，你有不护的东西吗？迷糊，啊，这玩意儿他妈能吃吗？你瞅你奶奶多可怜呢，小明，你看你奶奶多可怜，现在能心疼你奶奶吗？那你奶奶从小把你从这么大点养大的呀，迷糊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的，做狗不能忘本呐，做狗不能忘本，迷糊。来。
操你！你跟你奶奶玩，来吐了，来吐了，吐了，吐了。跑步去，跑步去，过来，来跑步去，来。真他妈整不了你了，我是。过来，上跑步机，明快来，跑步去，快来。啥也不是。调到最快啊，跑吧。玩吧，小四，你是不是想玩跑步机啊？老四，为什么说不给老小明玩的家吗？小明一玩吧 ，Seven 总叫唤，知道吧？那 Seven 是长辈儿，不是说我不想给小明玩，老铁们，我也想给小明玩。两者非要取其一的话，我还是愿意保护咱家 Seven 嘛，因为 Seven 是长辈嘛， Seven 是小明他奶奶， Seven 小明得学会尊老爱幼啊。以后包子啊，家人们，以后包子就在这点上趴着了啊，家人们。我也不管他了，咱包一在这趴着，我看你包的什么时候敢动，多买几个。小明执着，老铁们，我不让他下的，不带下的。哼，这家伙这狗才怪呢，告诉你，一个人一个，他就不玩了，知道吗？一个人一个就不玩了，没有意思了。狗是群居动物，家人们，狗就玩一个玩具啊，他们才愿意抢着玩呢，知道吗？啊，但是 Seven 总叫唤，那跟别的不一样。你看老四吧，家人们，别的你看，
别的狗吧，一别的狗一抢走之后，老四总 Seven 总叫唤。你看，老 Seven 抢走的话，老四就不叫唤，他们谁也不叫唤。啊，往几了？多少公里了？看啊，800米，家人们，啊，800米啊！明花，下来吧，明花。明花下来吧，明花下来吧，去吧，过来吧，明花下来，下地，明花下来吧，老爷原谅你了。下来吧，明花，快跑吧，下来吧。下来，明花，来，过来吧。哎呀，家人们，咱这小迷糊吧，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好动的孩子，知道吧？你们总让他停，小迷糊他愿意动，他知道？小迷糊闲不住，小迷糊为什么说他跳高第一名？为什么跳远跳高第一名？为什么愿意蹦的，愿意上蹿下跳？家人们，因为小迷糊还年轻，知道吧？小迷糊现在这个年龄吧，他处于青壮年，他需要运动的时候，你非得让他在这趴着。为什么老四不愿意运动呢？因为我四哥他现在已经步入中年期了，知道吧？小迷糊属于青壮年，他适合运动，他只有锻炼自己的身体才能保护自己。迷糊过来，迷糊上哪去？迷糊来，过来，迷糊来，来，迷糊来，一。二三，迷糊来，快来！哎呀，老四啊，你把老四，等来，快上来，快来！再进笼子，进上这，上这来，上这边来！老四出来，老四出来，老四，三号进去。小明啊，好了，三号你自己玩吧啊，没人跟你抢啊，好，啊，不跟你抢了，不，咱走了，不跟他抢了。三号现在他好像有点更年期的意思，家伙是有点啊，但是没事儿，老铁们啊，他就是脾气不太好。明儿过来，明儿了，你过来，明儿过来，明儿老爷问你，你累不累？明儿累不累？愿意玩跑步机是不是？明儿啊，哎，给小石点画面啊，一动不动吧，石正，石正好像跟老四他俩闹离婚呢，我感觉，啊，石正跟老四他俩应该是闹离婚呢，啊，他俩现在不愿意动的。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买牙刷的啊？咱家这个牙刷9.9元，8支牙刷，9.9元8支牙刷。想买牙刷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的。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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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大伙展示个才艺啊！我给你拿营养膏去，包子，行不行？包子，我给你拿营养膏。啊，你给大家伙展示个才艺啊，包子！哎呀，你看包子，行不行，包子？牙刷9.9元，真的吗？可以唱倔强吗？倔强。嗯。哎，我那什么呢？唱我那什么呢？哎，哎，我那手机啊，正是不叫。包子叫我，包子不叫唤。哎呀 ，Seven 呐、啊，这我脑瓜都大呀 ，Seven， 这我爸爸真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满足你呀 ，Seven 呐、啊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满足你呀 ，Seven， 啊，你要出来呀，
咱这么玩吧，咱这么玩吧，姐。赛文那玩就不能抢跑，一抢跑的话，赛文就叫唤。嗯呐，老大省心，老四不省心，老四愿意跟人玩，老四愿意跟赛文，可愿意逗赛文了。四哥呀，老四。你说你们娘俩，老四啊，老四，你说你们娘俩就不能互相谦让一下子吗？四哥，你让你姥爷是一点不省心呐。老四啊，你看着啊，三月该叫唤了。哼哼，你看我说的不家人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没发现吗？他们谁也不玩这玩具，就在身边放着，就在这放着，绷着。给老大也是，老大也是在旁边绷着，他也不玩。但是你别的狗别想抢，老四，你玩的啥呀？这个？但是你能从老四那把玩具要过来啊？别的狗要不过来。小迷糊你要不过来，三文你要不过来，只有老四你能要过来，老大也能要过来。老四，别咬坏了啊！你干啥呢，四哥啊？你咋弄的了？啊？你干啥呢，老四？你这不长能耐了吗，四哥？啊？你这不挑战你姥爷底线了吗，四哥？啊？老大，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。
老大不要抢了，老大来，老大听话，老大，老大上来这，老大来，老大你上来这，老爷摸摸来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来，你给妈妈玩，老大，老大懂事，老大最懂事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过来来，哎，老大多听话，哎，老大可听话了，老大，老大真听话，老大啊，好，好宝啊，好孩子啊，咱不像老四似的，咱不跟老四学习，老大。怪咱不跟老师学习，老大听话啊，老爷好好夸夸你啊，好老大，老爷给你个肉干吃，咱不跟妈妈抢，老大也敢抢，老大老大听话，家人们，老大听话，家人们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在第二个链接啊，木耳呢是20.09元180克49.9元一斤啊，咱们家这东北黑木耳卖49.9元一斤。嗯，老四，你也听话啊！Seven， 咱得重点那个关照，知道家吗？毕竟俺这Seven岁数大了，那肯定玩不过他们几个，知道吧？你看Seven就跟小孩似的，其实知道不，家吗？啊！但是他们，但是Seven这个体力呀、啊，他玩不过老四和小迷糊他们几个，知道吧？所以啊，咱对Seven呢。就得进行特殊的关照，是不是老铁们啊？就得进行特殊的关照，理解吧？啊，你们理解吧？你们不理解的话，三兄弟也没有办法了，对吧？我也没办法啊，我希望大家伙理解一下子。嗯哼哼，龙头万雷江开，点点星光耀，人间事的纷扰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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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想买狗粮的啊，想买狗粮的话，待会儿可以去拍单咱狗粮，咱的狗粮在下方小购物车第八个链接，老铁们啊，在第八个链接啊，来，过来，三万，拿来，三万你拿来，三万玩吧，三万玩吧，不喂三万了，三万你玩吧，爸不喂你了，三万，我先拿包狗粮去啊，等会儿。呀，看包的吧，狗粮是58元一包啊，家人们，四斤赠送一包火腿肠，八斤赠送一包火腿肠，16斤也赠送一包火腿手机没有电了，家伙啊！我手机充电，我给大伙看看咱这个狗粮。包子下来也是睡觉啊，它不动弹呀，包子。啊，咱家这款狗粮是一款4品粮，家伙啊，4品粮里边含有冻干鸡肉质、冻干原切蛋黄，里边还有鲜鸡肉松啊。待会儿拆开一包，老铁们啊，咱这狗粮全部都是新日期的，家人们啊啊，待会儿可以放心拍，2022年6月11日的啊。好，家人们，咱家这款狗粮含有非常多的冻干，看见没？冻干鸡肉粒，冻干蛋黄，看见没？啊，咱家这个蛋黄啊，都是原切蛋黄。
元气蛋黄啊，狗粮不吃包退，赠送一包火腿肠，老铁们啊，咱这有运费险，大家伙可以放心买放心拍啊。Say hey, say so。 等会儿老家伙啊，等会儿我把狗粮倒出来，我可能倒出来，他们也在吃饭了。老家伙，嗯，有想买狗粮的家人们啊，待会儿可以去拍呢咱家这个四品粮啊，可以拍一下咱家四品粮，来四个来，不能玩了，来三个来，十六十六下来，十六一，你看咱家够狗粮啊家人们，里边还有羊奶粉啊，还有鱼油，咱家这款狗粮里头特别添加的鱼油和羊奶粉啊，而且里边添加了益生元啊，添加了益生元，狗粮真心不错。这一盆多少豆？不知道多少豆，我也不知道多少个，没查过呀。来，四哥，老四，你把这拿过来，谁都不准玩。吃饭，把玩具给收起来。吃饭吧，吃饭吧，好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一包是58块钱，家人们，一包是58，然后呢，赠送一包火腿肠。啊，火腿肠我是没有的，老铁们，赠送的火腿肠就是下方小购物车第9个链接的火腿肠，家人们啊，给大家伙赠送的火腿肠在下方小购物车第9个链接啊，一包58块钱，有4斤的，有8斤的，有16斤的，家人们啊，包子，你刚才是不是做梦了，包子？你追着包子跑会儿，我追着包子跑，我跟你说，我要追着包子跑的话，这帮狗就会咬，像咬腐妞一样咬包子。哎，家人们，你刚才你们就是腐妞包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突然想到了咱家腐妞被这帮狗咬的时候？把狗锁起来，那把狗锁起来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老就老能叫唤了，那整个小区都能听见，嗷嗷叫唤。你要那么整的话，都叫唤了。刚才老四指定是，老四可能是舔他了，我估计这块。这狗粮包子也吃。坐好，老四，坐好了，老四，一会儿老四坐好了，四哥。猫掉毛多吗？还行吧。这猫现在反正掉毛。兔子都挂了，兔子没挂。看见吗？包子也喜欢吃这个狗粮。你看这狗粮，包子都喜欢吃。有的就是有的猫它可喜欢吃狗粮了，有的猫它不喜欢吃猫粮，它喜欢吃狗粮。你看咱家包子就是，是吧？包子，包子不嚼，他妈包子囫囵吞往里头。兔子在别的屋呢，家人，兔子没搁这屋啊。想买狗粮的家人们啊，咱家狗粮，
咱这狗粮买狗粮赠送火腿肠啊，家人们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啊，还有九单，家人们啊，还有九单狗粮，买狗粮赠送一包火腿肠，有需要的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啊。小黑呢？小黑是谁呀？你说小黑是谁呀？小不点呢？小不点在这儿呢，小不点也不能放出来。大狗吃饭的时候小不点不能放出来啊，两口就给这小不点给炖了，我跟你说不行啊，家人们啊，小不点的不能吃大狗的狗粮，他很容易抢大狗的狗粮啊，我怕他拉肚子，所以咱不让他出来啊，他就刚才出来了，开始的时候出来了，现在就让在里头躺着得了，行了，在这躺着吧，不能动了，不许动了。这什么狗？这是咱们的无毛犬，兄弟们啊，美国无毛犬。好了，躺着吧。啊，不能动，边儿，不许动。对，躺着就行了。对，不许起来。躺着不许动。嗯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老爷，谢谢啊啊，把腿伸直了，你就这么躺就行了，把腿伸直了，对，这个腿伸直了，翘二郎腿，再把腿劈开，把它劈开，再得劲儿啊，这样的，把腿劈开得劲儿，皮蛋呢，皮蛋，家人们，他叫皮蛋啊，皮蛋子啊，皮蛋可享受了，这窝就适合皮蛋用，家人们，这小窝可适合皮蛋用了。几斤呢？那天我测了一下子啊，它是总共是400克，不到一斤，老铁们，400克啊，不到一斤沉，刚来的时候，但我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克了。天堂海我估计也就一斤，不到一斤也是。很像皮蛋啊。皮蛋呢，嗯。皮蛋呢，你怎么牙这么白呢，皮蛋呢。你看这狗多享福。这小狗多享福。嗯，好，再睡吧啊！这家伙，这大白牙，看到吗？牙可齐了，大白牙。See hey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看他了啊，让他在里边我自己玩去吧，让他在里边自己玩去吧，嗯，吃了吗，吃完了吗，三过来，来过来，再来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吃完了，过来，吃完了，三过来，迷糊来，老子快吃完了，自个来，快来，快来，自个来啊！还让老爷喂你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快吃完了，快吃了的。老子快听话，听话，把果粮赶快吃没了。老大，老爷喂来，啊，没有一点，没有啥，没差不多了。老四，快，三不两口，快，四个，想买狗粮的家人们啊，又想买狗粮，待会儿去拍那袋狗粮啊。嗯，买狗粮赠送火腿肠，老铁们，狗粮不吃包退啊，咱家狗粮不吃包退有运费险啊，老铁们，石头怎么不吃饭呢，石头不知道啊，小石头总偷吃东西，反正小石头总偷吃东西吃，他今天又偷吃了一包火腿肠，
小石榴跟老四他们两个干的，他俩偷吃一包火腿肠。小石榴应该是胃残嘴了，我感觉应该是胃馋了呀。嗯，你给他别的零食吃的就吃。炸船偷东西，皮蛋是啥病？皮蛋是那个什么，五毛犬啊，老铁们，五毛犬，狗粮不吃包退啊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狗粮的，咱的狗粮都是好评，老铁们，狗粮都是好评，啊，哎呀，快吃快吃快吃，吃完咱遛狗去了。石榴这两天不爱动了，不知道，他可能应该不能啊，小石榴不能发情啊。那小石榴又不能发情啊，他，我寻思小石榴特殊时期，不应该呀。我给小石榴整个肉干吃，他肯定吃，你看啊。石榴过来，石榴来，爸给你整个肉干吃，你看，你来了来了。他不是不愿意吃，他就馋了。石榴过来，石榴上来，石榴上来。现在吃火腿肠吃饱了屁的。迷糊，你起来给小石头吃。给小石头吃一口啊。石头来。你看吃馋了吧，老铁们。他吃馋了，绝对的。你信不信家吗？啊。他不是不得劲儿，因为小石头压根就不饿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他就想吃零食，他跟迷糊不一样，迷糊是有啥吃啥，老四也是啊，我四个也是有啥吃啥，不能出去。真是馋了，是不是？我没说错吧？小时候啥毛病没有吧？心理的一点作用没有，啥心理作用都没有，他就是吃馋了。啊，感谢家人们啊！12点，马上12点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家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咱们家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。那你喂他口狗粮看他吃不吃。你唱歌的没唱歌今天。石榴来。他不吃。我看他吃不吃啊。看他吃不吃啊。这家小石榴你是想让我喂你啊啊。你快下来自己吃来，快来石榴来快来。等你晚上了，等你唱歌呢。我唱啥歌今天啊，家人们？石榴，你下来自己吃来，过来。这狗是真懒呢 啊！小石榴是不是跟包子学坏了？这是。五月天呢？唱一首《用心良苦》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三爷再给大伙来一首《用心良苦》吧，啊！待会儿又想买狗粮的啊，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。哎呀，三文爹这整的天天晚上都给待会儿整首歌听。来，家人们，三文爹找下歌词，我给待会儿唱一首咱们的用心良苦，好不好啊？感觉好听的待会儿扣个一。找歌词啊，老铁们啊，唱完整版的，我就唱一段吧，从头开始唱啊。唱一次，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，我还真没听过你这首歌。来，给大伙来一首啊，感觉三兄弟唱歌好听的，家人们啊。
没给三兄弟点亮，待会给三兄弟点个关注，点个亮啊！这首歌听过吗？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总有疲惫。我用去整夜的时间，想分辨在你我之间，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又落脚，情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。春一走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已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又落脚，情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。春一走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已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啊，感谢家人们，突然想听你唱五月天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又落脚，情灭了。清唱怎么那么好听，感谢家人们啊。该配套设备了。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狗粮的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拍单咱这款狗粮。家人们可以拍到咱们狗粮，我再给大伙唱一首，行不？家人们，我再给你们唱一首啊，我给你们唱一首《上海滩》吧。家人们听过吗？《上海滩》那首歌最难唱，我告诉你们。龙奔，我跟你说，想能唱，但是呢，家人们你要给他唱好听的。啊，有需要狗粮了，咱可以拍到咱这款狗粮。上海滩我听过啊，我给大家伙唱一首上海滩的国语版啊，老铁们，粤语版咱不会唱啊，新上海滩，也是这个新上海滩啊，也是叶丽仪唱的啊，家人们啊，来给大伙来一首，都是经典老歌，来。龙奔龙涛，万里江海点点星光耀，人间事多纷扰，化作滚滚东逝波涛，有泪有笑，浪里浮沉着悲喜煎熬。哎啊，怎么整歌词整没了呢？操，等会儿啊。好听吗，家人们？你们感觉好听，我再重新给唱；你要不感觉不好听，我就换了，我就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挺好听的，唱的。啊，我就想给大伙唱歌，别的啥都没有，就想唱歌听，家人们啊，好听是吧？啊，好了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啥的，下方小公车，大伙溜达溜达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家下方小黄车，大伙溜达溜达啊，好。龙奔
龙头，万里江海点点星光耀，人间事多纷扰，化作滚滚东之波涛，有泪有笑，浪里浮沉着悲喜煎熬，鸿飞你找，转眼间谁能记牢，爱你恨你有谁知晓，情似水无处可逃，走千山绕千道，直到天上万里云霄，人生路路迢迢，谁道自古英雄多寂寥，若一朝看透了，一生清风争多少。啊，家人们就唱到这儿吧。好听哈，家人们。好，三兄弟也希望每天晚上都给大伙唱歌听，有愿意听歌的啊，老铁们。有天赋再练练更好。嗯。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半夜十二点了，老铁们啊。半夜十二点了啊！谢谢大家伙，谢谢家人们啊！谢谢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愿意听三兄弟唱歌、愿意看我们家的狗子们的好朋友们啊！感谢大家伙啊！你们想买狗粮的家人们，下方小购物车，咱的狗粮狗都特别喜欢吃，家人们看着都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一包都没有了，家人们，适口性非常好，家人们啊，适口性非常好啊，狗粮不吃包退，家人们啊，地道的原创，感谢家人们啊！狗粮不吃包退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买狗粮赠送火腿肠啊，买狗粮赠送火腿肠啊，58块钱四斤的、8斤的、16斤的都有啊。等明天三元店再给大伙研究别的歌好不好，每天唱的都不一样的歌吧，行不行家人们，每天都给你们唱不一样的歌啊，咱要不这么，咱每天下播的时候都给大伙来一首，行不行？每天下播都给大伙来一首，啊！爱你跟你有谁知晓？情似水无处可逃。嗯，我应该整套设备去，我应该整套设备，老铁们，说实话，啊。但是现在听歌的少了，知道吧，你拍视频拍唱歌的视频吧，说实话不太愿意上热门，知道吧家人们啊，会唱现在流行的歌曲吗？也会唱啊，也会唱，现在拍视频不太愿意上热门，你唱的再好也没有用了，老铁们，因为现在唱歌唱的好的太多了，你看这些主播，老铁们，才艺主播唱歌的一个比一个唱的好听啊，咱就我这种功底儿的家人们，说实话都不值得一谈呢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我跟人家比不了，人家这是专业的，咱这是业余的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啊、嗯，好了，家人们啊，然后呢？我们不一样，亚楠每场几万观看，行了，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，他们没有声卡，啥也不是，你可以上狗狗唱歌啊。有机会三兄弟整点设备啥的啊，感谢大家伙了啊，家人们咱们睡觉吧，行吗？老铁们都半夜十二点了。
啊，都睡觉吧。拜拜。拜拜家人们啊。养狗里最会唱歌，感谢家人们啊。晚安啊家人们，晚安，拜拜。